好，这就你一个是三个字的，对啊，再多一个死啊，超好的啊。欸，目前逃出地城的是只有几天跟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一个骷髅头，你那个是赛道的啊？哪有赛道？你们不会控制我？那个是皮地北七啊！皮地来，头都射不准。OK， 来了，好啦 ，P 3是傻逼的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啊？他说學傻逼啊，傻逼，傻逼。所以是傻逼是不是？傻逼，傻都不见了。傻，对啊，傻傻啊，傻阿逼，傻就是要傻，傻阿逼，傻逼啊。好啦，我还是要学我的那个波。你干嘛跟我一样？那你可以学你，你学你最喜欢狼人，你选最喜欢大雕烧啊？你不是喜欢大雕烧？大雕烧，就是那个大雕烧，有一根那个柱状物啊。我看，我要选魔法嘛。好，来。我要选喇叭嘴，我要毁灭你们这些傻逼！究竟谁是英雄呢？谁是一开始的牺牲者？牺牲者是谁？谁？哎、欸，是傻逼！来，我们扮鬼杀害他，扮鬼杀害他！傻逼来！哎、欸，傻逼安安！哎、欸，我是哥布林！哎，不要打哥布林啊！别踩白块儿！别踩白块儿！不要砍我了，北七哦！哭腰哎！哎，等下一开始是雪兔哦，雪兔他杀，哎，你先闪先。哎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我在跑，跑给他追，跑过来，跑给他追。我是蚯蚓哎，蚯蚓怎么会杀呢？先吃，快拖时间，爽了，拖时间，快快。有，我来了，可是他血量还很多哎，没关系，已经 OK 了。不要招，下一关，不急。等有陷阱再过来弄他哦，他直接进商店，他进商店干嘛？你要买东西、啊？没钱的、啊，赶快送球嘛！对，去吃到，吃你妹的肉，吃快点呐！敢不敢吃？吃你妹，说不定会补血啦！这边啦，这个门呐，我们都在等你了，等你嘞！哎，我变哥，哎呦，好恐怖！哎呦呦呦，奔跑吧，女孩！这个假外长毛啦。这只就是一直跑啊，然后假外长毛了，然后他很危险，太危险，按那个地板那个地狱火没有站在那边，杀，地板那地狱火站在那边，好烦啊你，靠不要打，哎、欸、支援 ，carry， 你再砍，等我把你捅死你，有了快，有了，打死，谁，是我哎、欸！是皮利斯，不要，等下一关，弄他，谁是鬼？谁是鬼？我们都是鬼啊，哥！让我砍两刀，有点看不太懂，没有，就是。其他三个颜色人像，如果他死掉，他只能变幽灵。然后他只要踩魔法阵之后，他就可以变实体化的怪物。破了多少钱？12块，我25块。哎，又来了！哎呀，洗天山！哦，先是洗天使，快点，牵他！装！洗天使吗？洗天使又不是我，是我在网上哦。喇叭 J， 你们打着皮地，然后喊着我的名字，你们到底是谁啊？喇叭 J 啦！让我砍，让他嘴了！哎，太强了！喇叭 J 啦！哎呀！多配一点，有，努力在喷了哈！装什么？喇叭贼！多喷！弹幕不够！快死！哦，傻逼！弹幕不够！你可以丢长矛！傻逼！不像你，这死掉我们弹幕都不够了啦！蜘蛛没办法绕单打，你知道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没办法啊，刚才一直杀我。下一关 OK 啦，他要死，他可以去买东西，19块买不了什么啊，19块是能买什么币啊？有，绝对 PD 小刀买干嘛？不要，走开啦，恶心哎、欸、！PD 哦，好惨哦 ，PD 哎、欸，放水，放快！什么放啊？快！快刺！刺他会不会啊？陷阱！吹！你们恶心呢、欸！皮蛋！假外蛋！喇叭皮！哎，打到！
哎呀，好惊险的，好差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感谢我们 TS00732195 谢订阅，5块钱在干嘛？刚差一点点，好可惜哦。你看你们又在恶心的升级了。我要来升什么？好多可以升哦，升什么比较好？我记得没有，我记得这个哥布林最贱哎、欸。下一轮再升。这个绿色哥布林最贱，你知道，因为它看起来很欠打，然后它会放，它会放炸弹那个是不是，它放炸弹，对，它会放炸弹。丢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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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谁、欸、开都放两只史莱姆是怎样？他快死了！他没看到他血量高低了吗？而且你们吃我史莱姆，然后我没得吃。按错！你们用我史莱姆，我放了史莱姆，结果被你们用掉。爽啊！比利走啊！一滴血，比利要流血，比利要流血，快快！他快死了！不要让他过下一道门啊！哦，有了！谁呢？超快 ！Rose is me。傻逼！叫傻逼！快你在后面！上！我喷那些食物来弄他，我喷食物，快！你要先锁定好那位，你先准备好。有！接受我的食物，快！没有完事了。你要在我食物那边打他、啊。我知道了。不会，合体！我知道没？你看我现在制造弹幕啊！我用山姆喷吐他。血兔、喔，地上好白哦、喔，死了啦！这世界好白，别踩白块儿啊！别踩白块儿！快到线里面，到线里面！哎呦，攻击我！到线里面，在线里面碾他，在线里面，碾他！我死了，死了！别！陷阱！耶！别踩白块儿，是我，我就是英雄。太扯了！你竟然就直接被咬死，有没有搞错？你就直接被咬死，有没有搞错、啊？那边就是一个 bug 呗。别踩！你想挑战我？我英雄本色。快！一起拉肚子，快！不可能，一起拉肚子。烂球！快！来！弄一堆！好痛哦！快！我们在那边，我们在那边摆正！快点！我们在那边摆正，像不打他。快死了！没什么可以买的吗？就是东西。飓风那个没，不要买飓风。对蓝飓风，都留下来，不要买。看一下，买什么比较好？省钱呐、啊！买剑呐、啊！省钱呐、啊！十字架啦！啊，在这里放史莱姆。来，我有盾，英雄之盾。哎呦，剑好帅啊！我的。谁？喇叭在，就是那个傻逼。哦，我都没变到。不要！我是存钱的小女孩。我是吸血的小女孩。我都没变到哎、欸，真的很难过。没关系，这好东西都被我买光了。48块，剩48块，什么都不能买啊。买屁啊！这边，这里，来。没有，下面别踩白块儿！哎靠！蜘蛛！等一下，掩护！这个合体技超好用，合体技！快点！快弄它，弄它！合体技！三位一体！我们在玩闪电是吧？看都是弹幕哎！快，把它关厕所！我觉得蜘蛛很强哎，蜘蛛真的不用进化。有，赢他，中间，不要再赢他，中间，来啊，你过来啊，敢过来吗？那你不能跨越雷池一步。
我靠，他被射死了。Yes！ 谁射的？谁射的？皮，别踩白块啊！又来。有盾牌，就凭你们这些嫩货。盾牌啦，没有用啦，我有盾牌。他等下死等于要打王了啦，他的习惯就是会打王。你别那边吸我。给我秀，给我秀，给我秀，给我秀！我过不去了，过不去！打在这里，时间差，爆爆了啦 ！Yes， 撑不住，走开了！不要那边，不要那边秀，超吵的，烦死了！对对对对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他们说爆音哦，调一下，调一下。不会吃三木咬打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，趁现在吃什么咬打？啊，这应该不会爆音了吧？哎呦，又有靠干小虫，小虫也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哇、哦，这好强！我觉得其实双手剑还蛮强的。来啊来啊，小虫你也敢来？等不等？小女孩好弱，小女孩超弱，小女孩，小女孩超弱。哥哥要买火柴，你不可以买火柴啊！在跑，在跑哎、欸！身轻体胶一推倒，啊！哦，补这个眼球，那个眼膜真的很贱哎、欸！补血，小女孩只能补血，实在是不懂。这盾牌真的很废，你知道吗？靠，你被打脸！走开啦！还放史莱姆，要爆要爆！啊！不是我的，爆了爆了！谁的谁的？总算是我的了吗？哎、欸，不要太大声，已经快十二点了。为什么一开始？为什么我是弓箭？为什么一开始有弓？因为他角色他上回合他拿的是弓箭嘛，我记得。没有啊，他没有被。不是啊，烂死了！为什么是拿弓箭啊？我们就运气哦。哇，史莱姆快爆了！我要喷气。小天使，为什么我是拿弓箭？我是蓝色小天使，哎，渴死掉！我要去拿那个，没有，我要去买东西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快快，在前面放闪住他。商店在哪里？商店在哪里？哎，可恶！有，能消都消，能消都消，这血量一定要小。快快快，太慢，只有双手弓箭了，怎么办？这超烂的，快，双手剑超烂，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啊！走啊走啊！你看，三哥在那边等你出来。七天使，快点，没有啦。七天使在干嘛？看一下有什么装备可以买啊。连门打关不起。有人叫三。靠！啊！太可恶了，机车。七天使，大兵来。你们好恶心！我靠，小女孩，哦，什么鬼？英雄的呕吐物，去死！齐天子，你们看那个黑黑的，都是我放的，齐天子。有可以回血。齐天子，你看，这三还有圣剑呢，齐天子有圣剑呢，太 OP 了啦！哎呦，我觉得弓箭的不好打。哇！剑那种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。会吐血，好恶心哦！啊，哎，弓箭的好 OP 哦，嘿嘿超强！这是圣剑怎么丢出来的？你 B 剑吧，应该是全没有 B 剑是这个。哦，所以那个小是你喷的？对啊，不管是小是我喷的，啊就漏一堆啊，就漏一堆小没。天子，快下去！哦，升级，完蛋哦！只有齐天子是四等。现在血度等级最高啊！小女孩子很废、欸、哦，阿妈，我要把这恶心的蚯蚓弄升级。这阿妈是会变，阿妈会这样啾。那个是哪一个阿妈？然后就变青蛙了。是青蛙阿妈吗？对，青蛙阿妈。这个阿妈。小女孩超废，小女孩就是进化阿妈的素材而已。小女孩，我要让小女孩变成青蛙阿妈。原来也有喜天会玩的游戏，只是他运气好，好不好？怎么啦？欸，我有赢过，我有成功逃离过一次地层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喜天使，我好恨你。
哎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吸吸吸，我吸，让我吸，让我吸，快！让我吸，让我吸！不要不要在那边！我帮你吸到炸弹上面！快快，我要把吸过来，把吸过来，把吸过来！比利亚斯好像可以把别人吸过来。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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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继续吸，继续吸，继续吸！再吸！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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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有有有有！我被谁砍到？我痛！那边有补血药。没有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下一回。哇，雪兔已经变两次了，你都变三次了，你还在那边讲？我变两次而已，好不好？快，一起粘他，一起粘他，一起粘他。我来。别啊！我可以喷，我可以喷。先粘到他，先粘到他。好了，快，这边就。还没。他在发呆。OK，快上，上。擎天上。有啦，你不要这样先牺牲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打他打一打之后，你就要那个看不懂玩法。万流就是我上面有写啊，四个玩家轮流扮演怪物，然后把那个扮演英雄的玩家杀死，杀死之后你就可以变成英雄。吐他。那至于我们变什么东西的话，你可以看那个左下角，就下面那一排，它有就是每个人头贴嘛。你看他头贴变成什么东西，就是他就变成那个怪物。哎、欸，我们快死了啦！对啊，我远远的刺他。他已经掌握到精华了啦。我们没有远程的可以攻击他。有皮蒂可以。皮蒂在哪里？皮蒂是很贱。我死啦！猜对我在哪里？猜到了！没有东西。走错路了。傻逼。走这边啊，打B行不行？才一百多块而已，去什么？一百多块算买到什么？又有新武器了，长毛，长毛好烂哦，超级大剑。大剑我觉得不好用，我们在收集三。超重英雄的玩家，超重的英雄玩家，哦，打错了。啊，没有，我现在也不能改啊，没关系啊，看一下。有懂就好。超重英雄的，好了，雪兔等下出去就一人召唤三次，超多史莱姆，一人召唤等到那个有召唤怪，你要买多久啊？阿帅，你要买多久啊？吃我的毒气，吃我的毒气，有人告诉我，快！史莱姆，快走！他打完了啦，他死等了，给他打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打完，他死等了啦，打不赢啦，他不敢。来，我要用一次。快先叫史莱姆再找管。雪兔，哇，他太猛了。哎，那是我吗？谁？好像是我打到他哦。是我。史莱姆立大功。都是谁？好乱哦！靠，这个张，快干掉他！还不开门，看我死掉了，都是的，太多史莱姆了吧？都是的，你们有必要那么狠心吗？都是的，快走！哦，原来阿嬤也超烂，快走！阿嬤要远远的避我啊！这是心结游戏啊，心结游戏，我爱一条菜。哎，只有一个，来啊！几天死，是你吗？靠！不要再中陷阱抽我了，被变走了。还有，靠！而且让他爬啦，而且让他爬，送啊！左手锣，右手鼓，哎，快！雷霆战机，！我也快被喷死了！几天死。我一定要用一个史莱姆怪，我们每次都喷到了，喷到了，竟然被喷到了！不是我！靠，他要去打王，没关系，我当那个变水球的，你们当一个人看，不要让皮皮当眼。先看是哪一只？哦，啊，那个龙，不是龙，没有啦，那个就是你要想玩的那个喷嘴巴的那个没，不是喷眼睛的那个，喷眼睛的那个，反正他那个。雪兔 OK 啦，我召唤你出来，不限你原形。
看看看，我当那个丢水球那个手，哦、我变眼睛好了。我要当眼睛了。好啊，你当眼睛。你每次乱射，哪有乱射？射很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快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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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拉走，不要拉走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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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，射到什么？有没有很乖呀、啊？啊，完了！哎、我没有张嘴，我没有张嘴。没有，他只有张，他只有张。我的脑门。有了有了。住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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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卡到他位，卡到他位，卡到他位，卡到他位啊！想打，想打没有用的啦！想打，快包他，快包他！有了有了，快快快快！哎哎，烂炮兵！我说射不准吧？可以可以，射准一点啦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快打快打！烂炮兵哎，怎么打？打打打打打打打！打打打准一点啦！打不准啦、啊！快点啦！他被毒死，他被毒死，他被毒死，老兵是那个部分，我是刚才变那个手手，然后把别人变水球那个丢水球的那个啊，那个眼睛是皮蒂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行天是变那个丢那个岩浆球，对，丢那个什么吐痰物那个。刚刚那边已经。你都要流血了，就去洗一洗算了。不要，不要嘞！我们在下一个房间弄死他。下一个房间没过来啊！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放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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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快！血兔斯，哎呦哎呦哎呦！血兔斯，让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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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没有史莱姆，让给我！哎，可恶，他跑了！你们这群！为什么不让给我？结束了。好，我有一只完全体了。我跟你讲，没人可以敌得过我的手手的。我把阿妈进化。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柱状物进化？那阿妈超烂，那个超弱的，我宁可用。那阿妈超烂。你的那个肉灵芝真的很恶心，我真想把它换掉。用肉灵芝不舒服。千年人肉灵芝。下一个房间把它上上。没有怪不分，有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哎，有一个，有，啊靠！被你招走了。啊！谁？你的啦！哦，被你招走了，可恶！再见。啊！哦，没有没有，没事，七等七等七等，等我十等我就可以打过来。啊！可恶，我又没抢到。又是这一个，那真的很酷哎。这个超级。阿妈，快跑！这个比阿妈还痛。知道你到位，我满血进来就要亡身。这个比阿妈还痛哎、欸，很贱呢。苦悲，我要至少活着去那个商店。快点，再弄一个史莱姆出来啊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史莱姆啦，刚那个喷射超强哎、欸。气到我至少先换个武器啊。下一关一定要史莱姆，快点，等一下他出来一定要史莱姆。这盾牌到底能干嘛了？这很烂呢、欸。快出来弄他。出来就史莱姆，赵云，啊呜，啊呜，有了，不是的吧？啊！快跑！逼了，太快了，哎，他只要补血，你秀他耶！下一关他就他要下一关，马上就要下一关，谁要跟你下一关？是史莱姆弄他，靠！你秀他耶！神走位。多吃一点，只要在那个喷射那一关哦，你自己要补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来来，死天使，来，你秀他耶！射，哎，我的，哎，我的，这很烂呢，我要把那个盾牌换掉。多少？喜天那个最难对付了，我觉得不要让喜天变成什么比较好。什么意思？拜托，这游戏这么好射！史莱姆，我觉得那关房间可以多变一些史莱姆弄他了。我看我多少钱？没有钱，你没有钱，一百没钱，没钱，一百五十三，没钱，没钱，没钱。看哦，公牛，买公牛，哇，公牛超废的，
有时候这个游戏根本就是个抢身体的游戏，对，这是真的，就是要抓交替啊。春天好了。喜天子，超爽！再来再来，快变快变，再继续变继续变继续变，靠，怎么还有？我玩他跑了跑了跑了，这个很恶心，那个很会喷，那电玩展会去吗？我会去啊，会去啊，一定会去。声音等欸，超烂的。我要变成一个肉灵芝了，小肉包，身体保持我好吧？那只超强，欸，这个超强的，那个雷射眼超强。抓交替，抓天使，我的，我们是轰炸超人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你敢来我就跟你上，洗天使，洗天使，你好，洗天使，洗天使，有没有感觉？哇！洗天使都弄我，我想看，我想先看这一关，这一关有卖什么？我挖豆胆挖腰 ，OK， 还没有弄附魔武器出来，打一 boss 打一 boss 就过关了，就是那个人可以获得一个成就奖励。哎，有附魔武器出来了，有了附魔武器了，好便宜哦，魔法剑，气三块，买啊，比较强，买啊，不要买。再继续丢毒，我继续抓死海姆。算了，我不要丢毒了。有，欸，先叫死海姆出来。李天使，看海姆，我没看到他。我要飞升的李天使。李天使，李天使，李天使。可恶！我被神打到！哎，是我是我自古相亲像个什么枪兵幸运一，突然被史莱姆打到。OK， 我终于可以换了，我终于可以换了。哇靠，变魔王！谁变的？小魔王，小魔王。哦，变了变了。哎，枪有燃烧效果啊！哇，可以直接踢我哎！让我踢！不要！好像很难打。对啊。哎呦！你要飞在他正上方才能够打到他，欸。赵云其实还是蛮强的嘛，对那种一对一的 BOSS 其实还不错的。他Yes！ 他死了。他买双了。我想要换一个东西，我要换。我换技能就好，我换技能就好。他能够买个鸡爪，啊，买个鸡爪啃一下。五谷凤爪，不要哎。买个鸡爪啃可以。洗天使不要耍人。欸，靠！我上面有宝箱，我没拿到，又是个烂技能。靠！又是这个烂东西。你输他耶！不要过来！啊！我要死了！你输他耶！啊！快跑！不会不会！快快快！他快死了！快死了！快死了！他死了！爆了爆了爆了！快快快！史莱姆，不要史莱姆！西莱姆，西莱姆！我碰到了，我碰西莱姆啊！我碰到了，这是洗天使。枪兵真的很惨呢，你们太会剪尾刀了，受不了。我们的技能是好用的。哎，等下，刚才没剪刀。哦，有了，魔法吧。就是有人不想变。哇塞，分裂！我靠，我这剑会喷出来，好强哦！哎呦，那个剑好恐怖哦！那什么剑啊？叫魔法剑，魔法剑！嘎，太强了！他也在补，超猛的！买好，买对的装备，做对的事。我的肉包还不够用，肉包。
现出现。肉灵知道你是谁？哎，我是真的。肉灵知道你哪个是真的？肉灵知道我找到你了，我找到你了。肉灵知是安全，吃肉啊，吃肉啊！哎，吃到肉，沙枪腐肉了。没有，吃到好肉，好像好肉。对啊，没有中毒啊。上一代枪哥好像自己玩枪玩到自刺头死掉，有没有那么惨啊？这边忙下一关。你不要变我的变史莱姆干嘛、啊？拖延一下、啊。哎、欸，但我都没有加、啊。你也没有了，要了要了。哎呦，有七等了，谁啊？完蛋了，我滑铁卢了。这一次你弟运气不好，超惨哦！哎、欸、呦，我升上去了。四十的那个龙是龙珠完蛋了，升到这一次了，超恶。比例只有四等，比例到现在只有当一开始的英雄，比例只有四等，超可怜。他没有当过后面的英雄。就是你，就打他！真没有没有，就这个怪物量还很多。比例总算当到了，比例总算当到了。有、欸、我怕比例一轮就死了。对啊，因为你英雄等级太低的话，那个血量太少，血量跟攻击会输很多。来龙五的，想打王吗？等级不够。想打王吗？哎、欸，有史莱姆哎、欸。PD， 哎呀，插到一下。皮天使，哎、欸，他被撸死，他被撸死。至少让我买个东西吧。PD 快被撸，哎、欸，他有328块，超多钱的。我靠，你可以买那个、啊，哎、欸，可以买魔法弓，还蛮牛哦。没关系，你再继续磨蹭啊。我觉得自己在招史莱姆。那你那个要买弓，等下就被撸死了。用心脏。你那个进的时候要买弓。我跟你讲，买贵的就对了，我都是这样玩，买贵的就对了。哎、欸，那200多块的剑呢、欸？哎、欸，229，哇，超高级，攻击3呢、欸。可是皮天使你没血吗？撸死他，撸死他，撸死他！皮天使，魔法弓箭是哪来的、啊？我靠！我靠！走开！好可怕！好可怕！皮天使！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呀！我的恶心了。你在走哪里啊？看不到门。告诉门在哪里？门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找不到门。门在这边呐、啊，进不去啊！哦，因为有史莱姆，被发现了。打完了，来，给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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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是 final 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如果就是你就没办法打了、啊。我觉得我应该会赢啊，我赢了你就不用玩了。待会可以让我控制火焰的吗？你控制冰的嘛，我控制火焰，皮力控制土，好不好？火焰的话就是要控制身体。对对对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来了来了。I am the 皮力直来把钱花一下，立马钱花完就没有。我是哪一个啊？哎、欸，我不要控制。哎、欸、哎，身体，剩下谁控制的啦？谁控制身体啊？乱控哎、欸！是我控制的。你不要乱控了，那先拉走，先拉走会不会？我赢的，我赢的。啊！没有，还有头，头被跑，皮弟有乱控哎、欸。我来，那这边我用火来封锁他。那所以赶快先射啊！加油！ Yes！ 这三颗头太难打了， yeah！ 这三颗头太难打了。今天是没血了。下巴了。今天不要下去哦。我在。想干嘛？变身！哎呦，我怎
总算剩两个，比第六等了，好可怜哦，什么时候不能做？哦，每个人怪物都超强，哪有强个屁哟，我都没有，我差五块了。你变什么？老阿嬷，老阿嬷超讨厌。还有很多被锁起来的角色。我说皮弟太雷了，刚刚说皮弟太雷。你们都太会尾刀了，你们跟你讲，这大家都比尾刀的。我靠！瞬间秒杀！是我耶！总算换皮弟了。看那个好会喷哦！英雄，那个好大力啊，好大根哦！哎，那个大烟仔好强哦！神哥，艾克华之机。哎、欸，我是那个哎、欸，崔健小子、欸。大难不死路，换一个。我靠，被射死！他那是好强哦、喔。那是好痛哦、喔。他可以射魔法弓，然后又有那个超强神剑。是不是大眼怪也很强啊？大眼怪也很强。他血量大，然后血量强。你跟大眼怪的嘴巴在射的时候张超开。我看要死掉！我不要死。好玩吧，请天使都死了，不要让皮弟升到十战。不行，我们要让他没有十战就输掉。哎，快有找机会，史莱姆，史莱姆杀，史莱姆啊！靠，来不及了，你们这贱，靠，皮弟才刚被他死，皮弟超可怜，皮弟变身之后马上就死。会黏到我哎、欸！帅哥，哎呦，他直接选择先打我哎、欸！我还有很多陷阱可以玩你，这边超多呕吐，超多陷阱，超强！哎、欸，快点，皮弟，我们两个呕吐丢一起，有种快过来啊！过来啊！有种就过来，我们俩呕吐丢在一起。过来！哎、欸，我超多陷阱可以玩的、欸，好爽、喔！有了，他们呕吐，谁的呕吐？我的。谁死？我的！洗天使！洗天使！爆了！快放陷阱！不要拉火！我跑！跑了！哇！我靠！有魔法杖啊！法杖超强！不行啊，这49块一看就很烂。49没有法杖超强，我讲超强。你以为我会被你们骗？真的啊！我很笨啊！我骗你干嘛？如果是我就买好不好？但如果我变人，我就买那把。是，我常常烂死了。我等你。快！你们放！门开了，你们想干？跑了！门开了，你们不要让他打，不要让他打王！洗天使！洗天使！快死了！洗天使！洗天使把我弄死了！阿妈还在那边。他打王了，攻击超强哎！我是什么？快叫！爆了！那边，陷阱！攻击超强哎！走开啊！这边！想打王？不要让他打！不要让他甩我的刀！靠！苦逼！来不及啊！哦，没关系 ，OK， 这一样，我变水球，谁变眼睛？我变眼睛。好，那皮弟变眼睛，然后你变那个放那个绿色的。他血没有补满，他血没有。来，马上可以。我就 OK。好恐怖啊！新天使来。哎呦！天使，好恐怖哦！又一颗。哎呦，没事。没有，有吗？中！准一个！我靠，他可以这样推哦！完了！没事！阿靠！锁。
亡啦！预判呐！快快快快，在！那个头真的很不准。一定是很多水球啊！哦，好险！中了！被打了！哎呦！没事，快！瞄歪了，滚走！为什么你们都吃不到啦？啊呀！没有，不能血吞血吞。可以。我刚靠再吃，拜托再吃一次，拜托我再吃，再吃一次。死一个！好有，好危险。我在抓！走！哎，你跑走！太慢了啦！走！快！再一发！烧他！哈哈哈哈哈！气死！刚好被磨到了！我打世界毁灭了！你们都吃不到，太扯！世界毁灭了！第一名是谁？你们是傻逼！我最后一，因为那只角色就死掉了，这角色死掉对，那角色就死掉了，靠，所以那个肌肉删掉了，我要重开新肌肉删除了，对，肌肉删除了，靠，我重开新肌肉，哎，拿到新武器了，新武器，我不要一开始当英雄，再一局啊，靠，我现在角色挂掉了，因为只要你当英雄，你没打完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会角色永远死掉，所以你的角色就再也不见了，我又要再创一次新的，可恶。